这里也太漂亮了吧！Yo guys, welcome to China. New day, new life. 今天天气好好哦！哇哦，这个天气，好久没出来的蓝天白云。那我们要换衣服出去玩了。我不能出去玩。因为我要编辑影片 I don't wanna work 好，因为还有两支影片没有编辑，所以没办法出去玩。但是呢，今天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可能要问大家。这个我觉得真的蛮难的，因为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的衣服啊，还有内裤啊，从大概一个月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呢，就一直越来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都在这边。然后这边虽然有一台洗衣机，但是呢，我到现在都还完完全全不会使用。所以呢，待我们可能来研究一下这台洗衣机到底要怎么使用。然后如果我真的不会用的话呢，希望如果你家里有同款洗衣机的人呢，可以把这个步骤写在底下，让我知道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个洗衣机。然后再晚一点呢，我们还会把这个东西把它开箱，就是上次我去电玩展的时候呢拿到的礼物，看看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。我记得里面的东西都还蛮精致的，你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。那我要先去剪影片了，编辑完了，终于，而且也天黑了。看我从天亮编辑到天黑，然后待会呢，我要跟我弟还有我爸去吃饭，而且那间餐厅感觉是蛮高级的餐厅，好像不便宜。咻，莫尔顿就在后面，而且感觉超级高级的，好可怕。这边感觉超级高级，它是在45楼，没错，45楼，然后好像是一个景观餐厅。我第一次吃这么高级的餐厅，我们来到里面了，里面超级漂亮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待会带大家去看这个，你看从这边可以直接看到景观101，蛮屌的，但是给大家看一下价钱。这个价钱呢，OK， 这个价位非常的。点什么都可以吗 ？OK，No problem。爸说点什么吃什么，多少钱都没关系。反正总之呢，就是上面的价钱不管多少，只要看前面它的名字就好，后面价钱的地方呢不是它。这边可以直接看到101，而且还有超级漂亮的夜景。Oh my god， 超级漂亮。这边也太屌了吧！天哪 ！Oh my god！ 我第一次来这种餐厅吃饭，可以直接完整的看到101，你们看，完完整整一根在这边呢，耶，好猛哦！今天请客的老板，没有，来一口啊！超级饱，超级好吃，超级漂亮。
但是呢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待会上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个开箱呢，我们就先不开了。我想要先来试试看，究竟这个洗衣机到底要怎么使用。它这边有这么多东西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用，我只知道这个按下去之后呢，它会亮起来，然后它完全没有动，哇，开始动了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行，刚刚突然开始动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用成功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按的，所以如果有人知道正确的使用步骤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好不好，拜托，这个我真的看不太懂，但是现在打不开了。好，它现在呢开始运转，而且好像在运转过程当中呢，这个门没办法打开了，也就是说它现在开始转了，但是我的衣服还在那边，然后它一直开始转，然后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应该是他跑完之后呢，我才能把衣服丢进去。No! 到底是怎样啦？好，没关系，这个呢就让他继续慢慢的转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停。然后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到了10万订阅，耶、总之呢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长年以来的支持。然后我们这一次要回答的留言也是，恭喜10万订阅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是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个 YouTube 频道，没有钱赏。然后也有很多人是从可能几千几万就一路看我的影片看到现在。真的非常谢谢你们，希望呢在今年我们可以很快的迈向20万订阅，大家好吗？哈，那么最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点一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按下铃铛，快点啊！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